光大水务是2014年在新交所上市，这五年当中，光大水务的在水处理规模、收入、盈利这方面的话，都取得快速的发展。水处理规模从每日260万吨增长到近600万吨，总资产翻了一番，收入从10.5亿港币增长到47.7亿港币，年复合增长46%，利润从2.9亿港币增长到6.8亿港币，增幅1.3倍。光大水务的发展的话是非常迅速，所以对未来的话，光大水务也是充满信心的。Live from CNBC Studio at the Singapore Exchange,